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 ET 財智 Talk。今日請嚟咧嚟自 BNT 嘅 Grace 嚟傾下偈。Grace 你好，係、hey, Hello， 係啦，好耐冇見你，係好耐冇見你。最近要揾翻你出嚟咧，因為見到啊，全球投資市場都相當波動。嗱、過去兩個禮拜咧，我哋個節目嘅話題都會圍繞住好多，哇，係咪即係完美風暴打到嚟啦？咁嚟緊會唔會需要防範多少少 portfolio 要傾向可能保守一啲啊咁樣啦？咁啊，之前啲嘉賓咧都俾咗好多意見，但今次揾你嚟咧，因為好似過咗兩個禮拜。之後大家講咧，個市咧個氣氛咧，好似由地獄又翻翻去人間，上咗去天堂咁樣，好炒喎啲嘢。其實個風格轉換點解會咁樣嘅咧？係，我諗主要就係即係月初嘅時候嗰、那個即係、就是、一個大嘅即係下挫啦。咁有兩個主要嘅原因嘅。咁第一個當然就係即係因為即係日本央行突然間好似好鷹派啊，咁啲人又好擔心嗰、那個即係咪個 yen 個走勢就會越嚟越強，亦都導致咗好多嘅我哋即係所謂啲 carry trade unwind 咁樣啦。咁又亦都見到係連帶就係好多今年我哋所謂嘅贏家啦，即係包括譬如一啲嘅美股啊、AI 啊或者日本股啊，咁嗰啲。就全部都係變咗輸家啦。咁另一個咁啱，即係同一時間，亦都係即係出現咗，就係即係美國嗰個經濟嗰啲數據啊，麻麻地啦。咁尤其是就係嗰個即係失業率咧，就好似 touch 到一個即係所謂就係咩 same rule。咁啲人點解咁擔心呢個 same rule？ 就係因為以往咧，如果係即係 touch 到呢個 same rule 咧，咁就好似係意味住咧，就係即係美國嗰個係啦，進入衰退。咁所以就突然間又嚇一嚇個市場，咁又變咗就好大嘅反應。咁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就係、是。市場嗰個反應其實係有啲過度嘅，咁因為其實我哋會睇翻即係好多嘅其他數據，等陣可以講下，咁就其實都冇乜跡象係即係美國係即刻衰退，咁所以即係咁過度嘅一啲嘅即係反應，咁當然即係跟住之後嗰兩個禮拜，你會見到個譬如個油尤其是個日元又穩定翻啊，咁呢啲咁就即係個市場就個氣氛穩定翻，咁啲嘢就自然就即係升翻啦。我覺得個主線咧，其實就因為好多人講緊今次嗰個風暴係好多唔同嘅原因加埋一齊噶嘛。頭先阿 Grace 所講就係因為好多嘅交易咧係傾向即係比較單邊啊，係啦。咁所以當啲好 stretch 嘅時候咧，一下一拆咧，咁其實變咗好嗰度就冧得好緊要咯。而個 core 即本身個基本咧，好多人都會話日本央行加息咁樣。咁但係咧。觸發咗嗰個完美風暴嘅頭兩日咧，其實見到真係驚經濟嗰個問題喎。嗱 ，Grace 頭先有特別提過啦，就其實而家好多人就係討論嗰個 Sam Rule 啦，就即係薩姆定律啦。咁啊就意指咧就係當美國咧嗰個失業率三個月平均值較佢之前啦12个月嗰個平均嘅低位高出0.5%咧，就係講緊進入咗衰退咧。但我見後來咧，其實本身呢一個發起人 Claudia Sam 啦，佢都出嚟話其實咧呢一個。指標咧，今時今日就未必完全能夠適用，因為嗰種失業率嘅爆升咧，就唔係嗰啲大幅裁員所引發，可能係因為咧嗰個勞動力即係個供過於求嘅問題所引發。你係咪有同意呢？係，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尤其是如果我哋將即係同一個 same rule apply 落去，即係另一啲嘅美國嘅數據，譬如你可以睇翻即係呢個申領失業救濟金呢個數據咧，咁就見到就係其實就完全冇呢個衰退嘅跡象嘅。咁所以其實就真係我哋都會覺得就係嗰個市場個反應有啲過度啦。咁同埋你呢幾排即係睇翻其他嘅數據啊，譬如就算係即係琴晚出咗嘅一啲嘅消費者信心啊，咁其實都係有回升嘅。咁亦都有另外一啲嘅數據，其實都係即係唔差咯。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就係、是大家有睇翻數據嘅時候，又發覺咦都冇大家即係、就是、好似或者市場預期之前咁差喎、咁所以又覺得咦應該未必係即係咁快係硬著陸咁樣咯。但個市咧咁樣好難玩喎，即係咪又反映咗大家都個神經比較繃緊一啲咧？即係嗱，我哋每個禮拜望一粒數字都有唔同嘅炒法。即係嗱，失業率嗰個禮拜上到一年高位咧，大家就話啊美國經濟衰退嚟啦，就硬著陸啦咁樣跟。過咗一個禮拜大家就攞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就冇預期咁差喎，跟住又話美國冇事啦，跟住再過多兩日咧就零售銷售一年半最大嘅增長，即係完全冇嘢啦，咁所以就引發到成個投資市場咧一個禮拜裡面係炒高曬，即係連日經嗰啲單日跌完12%，咁跟住慢慢炒翻上去，一個禮拜其實升到成9%，係咪某程度上投資者都要小心啲？其實係反映咗好多。
投資者心裏面都有啲啲不安而引發咁大波動。其實我覺得你講得好啱，就係、是、你之前講過就係話即係其實好多嘅一啲嘅即係倉位啦，即係都其實都係一啲好 crowded 嘅倉位，即係個個都湧曬去買同差唔多嘅嘢。咁就變咗可能係咪一有啲咩依喐啦，咁大家就即係趕住走啦，起碼都 take 咗 profit 先啦咁樣。賺得高嘛之前。係啦，咁即係都有呢啲咁嘅現象出現。咁同埋其實即係而家啱啱又暑假啦，咁本身嗰、那個即係你可以話嗰、那個資金嗰個流動性啊，即係好多打放假，咁亦都係即係薄咗少少嘅，咁變咗其實可能即係一喐嘅時候嗰個反應咧就會係即係比較大啲咁樣咯，嗱咁咧嗱，我唔知咧嚟緊我哋都會繼續陸續喺度等好多嘅數據啦，包括其實究竟喺聯儲局嘅九月減息會議之前嗰啲數據會唔會又繼續擾動到大家對於個息口個走勢嗰個預期有唔同啦？咁你又點樣睇咧？喺方面係咪真係大膽假設其實都真係唔可以排除要減 0.5 噶？咁但係如果你哋話經濟唔係好差，其實又唔需要。係啊，其實你會見翻就係即係最近嘅即係美國嘅經濟數據，其實比預期好啦。咁、其實已經市場已經係冇咁即係或者預期個嚟緊嗰個減息嗰、那個速度已經係即係冇之前咁多啦。譬如講緊之前，可能大家都覺得可能今年去到即係年尾啦，咁會減四次或者即係最少減100點啦。係啊。咁其實我哋都覺得其實係有啲過度嘅。咁因為其實如果你話真係睇翻即係啲數據，其實亦都唔係太差，我哋都覺得仍然嗰個似乎都會係軟着陸嘅，咁變咗我哋都冇預期話啊嚟緊會係需要減咁多息啦。咁我哋自己個基本預測就係九月份會減25點啦，咁跟住12月會再減多25點咯。咁所以就其實係即係都係一個軟着陸嘅 scenario， 咁就可能係一個即係慢慢嘅減息咁樣。哦，即係冇咁誇張嘅。而家講到即係我見有啲最新 revise 咗，都係雖然個衰退嘅機率你見啦，逐個禮拜降啊嘛，有啲而家降到20幾%啦，有啲行睇，但係去到2026年，覺得咧比起而家個平均利率都要減成2厘，你覺得有冇咁誇張咧？會？我哋自己嘅睇法就係可能去到譬如即係2025年啦，咁就大概係減咗即係6次息啦，咁你當係減咗1.5% 咯。咁其實我哋自己嘅睇法就係有機會就係譬如你由九月開始咁啊第一次減，咁跟住之後就即係可能係每季去減一次，咁去到2025年尾咁樣咯。嗯哼，咁所以嚟緊個經濟個都係一個譬如 soft landing 嘅，亦都係咪一個金髮女郎嗰種嘅靚嘅經濟咧，即係適合投資嘅經濟咧？我哋會覺得係嘅，其實所以點解我哋其實就算話啱啱見到即係個市場咁大嘅波動或者跌咗咁多，我哋覺得反而係提供咗一個好好嘅機會，就係俾大家去買嘢嘅。咁因為其實我哋會覺得就係、是我哋仍然都個睇係一個即係軟着陸啦。咁甚至乎譬如如果你話我哋亦都見到譬如一啲嘅即係通脹嘅數據，其實係一路繼續緩和緊，係啦。咁啊變咗又可以減息，咁所以即係to certain extent 都可以話係一個高跌落，係啦。金髮女郎嘅經濟，我見咧就上個禮拜，如果睇翻啲環球資金流咧，就見到啲錢咧，其實最新都係截至8月14日嗰個禮拜最新嘅啫。咁我見到咧，股票類型嘅環球嘅股票類型基金咧，個入錢嘅程度都係幾誇張嘅。咁大概我就見翻條數就120億左右。之前個禮拜其實都有人炒底㗎啦，都有單周入咗100億美金。但同時間咧，其實債券亦都係有啲人買緊啲保護費咁樣啦，都要入去避一避。同埋個貨幣市場基金啦，其實而家個規模是不停增加到去6.2萬億的紀錄新高，其實反映大家是可以買股票之餘，其實都是繼續戴緊頭盔，是嗎？是，其實我想尤其是就好像你剛才所說，就是大家對於那個就是數據很敏感，就是時好時壞，是不是說市場接下來可能都會比較波動，是的。也都其實也都不排除就是當有一些數據可能出到來有沒有預期那麼好的時候，又再次大家去擔心就是美國那個衰退的這個狀況，咁變咗其實我哋會覺得就係都幾需要就係去投資喺一個即係個債券市場度啦。咁尤其是就係譬如你會見到就係今次大家擔心美國衰退嘅時候，我哋就見到就係債券就表現好好啦。咁變咗其實我哋會覺得就係其實債券市場即係可以係一個即係你可以話係對沖美國衰退嘅一個即係風險嘅一個工具啦。咁同埋其實甚至乎就係我哋覺得而家係一個好嘅時機，就係因為美國聯儲局即係仲未開始減息，咁我哋覺得九月係啦，即將咁我哋覺得好快啦。而家好多人話遲咗啦，係啦，咁就尤其是就係最近其實我哋都見翻就係嗰、那個即係嗰個知息率有少少嘅反彈翻，咁就真係趁呢個機會就係去
去即係部署翻一啲嘅債券嘅投資。咁一來就係即係鎖定嗰個高息啦，咁二來就係頭先正頭先所講就係、是、其實亦都可以對沖就係、是、即係如果大家嚟緊會擔憂美國衰退個風險。呢、一個圖咧就我見你哋 research 幫手俾我去參考嘅。咁如果係你哋嘅軟著陸嘅 assumption， 即係上面嗰一個框啦，咁我哋就係睇上面嗰個 reference 去參考翻究竟嚟緊會有咩情景同回報啊嘛。係啊，咁其實呢個咧都係睇翻就係、是、即係以往啦，就係、是、即係喺美國第一次減息之後，咁我哋睇翻就係不論係即係債券啊，定係即係股票啊，三個月同埋六個月嘅回報啦，咁亦都係即係分咗佢係一個軟著陸嘅情景，定係硬著陸，甚至乎係有一啲嘅即係信貸危機嘅情景啦。咁、你會見到咧，其實可以先講股票就係、是、咧，其實喺第一次減息之後嘅三個月同六個月咧，咁如果係真係個經濟係即係軟著陸嘅，咁你會見到其實股票嘅表現其實一路都係係啦，即係都係正面嘅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嘅，如果係衰退或者硬著陸嘅話咧，咁當然啦，個股票嗰個表現咧就係即係冇咁好啦。咁至於債券嘅話咧，其實我哋就想即係睇翻嗰個美國十年嗰個債息嗰個表現啦。咁、其實你知道即係債息跌就代表就係債價升啦，係啦。咁變咗你會見到其實不論係軟著陸定係硬著陸，其實咧就係嗰個債息都係跌，即係話債價都係升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就正正係同就係即係佢嗰個減息週期令到嗰個債券嗰個表現係好相關。咁、所以我哋覺得就係、是、就係、是、趁住而家都未開始減息個息率仲係高嘅時候咧、就應該要鎖定係啦，去呢啲息率啦。係，我見咧最近好多地方即係嗱，以之前我美國利率係相對喺啲高位咧，咁就令咗好多地方，包括可能亞洲區好多好強勁嘅企業嘅債券發行，其實都有少少受到影響。但我就見聽啲人講咧，就話六月打後大家開始覺得都幾肯定今年係會減息咧，變咗就瘋狂咁樣開始發債啦，而且咧亦都個反應係搶得好好喎，係咪啊？即係見到投資者好早已經開始部署緊。係啊，其實我諗尤其是即係呢幾個月啦，咁你會見到其實美國十年嗰個債息都上唔翻，即係比較可能一上四樓上就即刻又落翻嚟啦。係啦，咁即係話大家都喺度搶緊，係啦，咁就變咗其實真係大家都即係今年你會見到就係一路係咁陸續係部署即係債券嘅投資去預備呢個減息。咁買啲咩類型啊？我哋自己會覺得就係、是尤其是譬如而家嗰個即係嗰個息率咁高啦，咁其實亦都唔需要話即係過分 take 一啲好即係 high yield 嘅風險。係啦，咁變咗我哋覺得其實好多嘅即係投資級別嘅債券咧，其實嗰個息率已經係好吸引，咁亦都相對地你會知道就係個風險冇咁高啦。咁變咗其實就會係一個好好真係如果嚟緊要擔憂美國衰退嗰個風險嘅一個即係對沖嘅工具。你覺得咧嚟緊個環境咧，譬如股同埋債個比例咧，應該點樣你會覺得係一個最合適嘅比例咧？我諗其實都要睇翻即係個別嘅投資者係啦，佢哋譬如本身佢承唔承受到風險啦。咁當然如果你話你承受到即係高啲嘅風險或者市場嘅波動，你唔驚嘅，即係發上發落嗰啲，你唔係真係咁驚嘅。咁當然可以係多少少係一啲嘅即係股票嘅部署嘅。咁但係如果唔係喎，你話我都係比較保守啊，我都好擔心嗰啲過山車嗰啲咁嘅波動嘅，咁就可能喺債券方面可以比例多啲，係啦，比例多啲。嗱，頭先就提到啦，呢個表如果大家整緊 cap screen 啊，頭先嚇，咁啊知道咧，其實股債咧都應該喺 portfolio 裡面咧就係增加翻一啲啦。咁好多朋友就問啦，咁如果我哋要買股票嘅話咧，個比例上面究竟係邊啲地區啊擺多啲咧？嗱，之前好多人咧就 miss 咗成個日本市場嘅，因為都嚇個日 yen 咁年年跌一成咧，令到個日經咧其實都亦都有一啲咩回購效應或者係。嘅企業估值嗰啲上調啦，嗰啲嘅因素咧，而令到佢成為咗黑馬啦。之前咧嗰個風暴嘅源頭咧，佢就自己跌得好勁。但係咧，我又反而見到咧，其實佢嗰個反彈咧，就亦都帶動到其他好多區內嘅股市咧，喺一個禮拜裡面啦，個彈幅就好驚人嘅。咁啊 ，Grace， 你覺得咧，如果相對於大家成日喺度睇住美股咧，你會點樣去稱唔同嘅地方嚟緊嘅機會？咁其實尤其是譬如今次啦，即係譬如日本跌好多啦，我哋亦都見到就係、是。啲即係 AI 相關，即係所謂今年嘅贏家，譬如包括咗即係一啲嘅即係台灣嘅股份啦，或者韓國嘅股份啦，喺今次嘅即係跌市呢個潮裏邊都係跌得比較多嘅。咁我哋就覺得即係正正就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就係俾大家就係去即係去投資。咁尤其是就係、是大家擔心日本嗰個加息，咁、但係其實日本加息咧就正正係對譬如日本嘅金融板塊係好嘅。但係啱啱今次咧呢、這個跌
勢咧跌得最深嘅咧，亦都係啲金融板塊。咁、所以其實你可以就係呢樣嘢，其實證明就係、即係今次呢一個咁樣嘅即係調整，其實真係同嗰啲倉位啊、拆倉啊，即係呢啲相關就多過話大家好擔心。真係得比有事咯。係啦，擔心一個即係基本嘅因素。咁、所以其實我哋會覺得，尤其是譬如你話日本嘅金融股，咁嚟緊其實佢加息。應該其實就是對他們有利的時候，就真的趁這些低位就可以看回一些即是金融的板塊。至於譬如你說即台灣、韓國、即那些 AI 相關也都是即今次也都是即跌得比較多的，是你會見到其實最近都有些反彈的了，可能反彈回一半左右，但是其實都是還是有很好的機會、尤其是、其實看回就是 AI 這一個的即主題，我們會覺得是一個長線的主題、我們逐個因為很多朋友都很有興趣，其實亞洲區的機會會不會是真的要把握一些之前錯失了。今天其實正正見到很多亞洲區貨幣是升得很誇張，可能也有個美金弱一些落回102邊、甚至即作勢穿，資金又來了。其實呢，只是日股呢，在黑色星期五跟著就星期一樣、其實呢它那兩天的跌幅其實大呢，你發覺原來財務省公布回呢一些數字呢、在當周最害怕的時候，其實國際資金是傾向淨買入日股的、就之前也都因為他們的成交金額是聽說是創了新高、所以其實沽的很多，其實買的也都很多、最終 net net 回其實是淨買入的。我就在想、如果是的話，而接下來我們日本市場面對很多東西，包括究竟日本央行它把口說的市場波動不加息是否真的不加息、而在接下來的環境，但現在日元又轉強回差不多 10% 由個低位，又會不會對企業盈利構成影響？即你見那些客他們有沒有這些疑問、我想其實、即日本央行其實我們都會覺得他會繼續是即加息的、只不過可能他會用那個方法就同意或不同，即他上次就好像突然間嚇嚇大家、但可能接下來會不會就是用一些即多一些講出了口述、我們其實接下來可能會怎樣，多一些令到市場好像有一個預備，溝通好一些、有個預備、所以我們會覺得其實、即都比較大機會就是可能下一次的加息啦，就會是即今年的十月啦，所以都還有一些的時間啦，也都讓他們溝通啦，又看回這個市場的市場的狀況啦，即不要這樣太過即嚇嚇的市場這樣、但至於你說即那個、即企業盈利啦，其實我們自己都有做過的分析的，譬如大概呢就是、如果講緊譬如那個、即美金對日元如果是譬如155的話呢、其實企業盈利一年大概可能那個平均的增長大概是 13%、但如果、即講緊而家好像 yen 都強返少少啦，咁我當係145咁樣啦，咁其實那個增長都仲係唔錯嘅，可能都接近 10%， 9至10% 左右，咁、當然冇這個即 yen 去到155的時候那個盈利那麼好，但是也都不至於說盈利很差，要沒收曬升幅，所以其實真的之前那個反應是有點過度，還有其實都是、那個拆倉潮引起，你會見到就是即海外的投資者已經覺得、基本因素其實不是那麼大的主觀機會來 了就即大手買入、還有些人就憧憬緊接下來會不會反映一些文件，就是日本的企業會不會在大跌市的期間其實是加快回購更多的股票，因為我見很多人說上半年其實他們那些回購股票的公告其實已經超越了上年的全年那麼多、如果是個國策要推動的，我想這一方面不會停的。是的，其實你會看到真的、即日本那個即回購率啦，就即一路這樣，其實你說其實好像逐年逐年一路都是創新高啦，這個當然是即對市場的即一個很好 的支持啦。我們也都會聽到就是即因為之前那個即日本的市況比較波動，其實都講緊可能係有好多，甚至乎係一啲嘅即係日本嘅機構投資者咧，其實都可能係即係諗住喺呢啲位係即係趁低吸納啊，亦都係即係可以穩定翻個市場咯。好啦，嗱咁啊，入股方面大家可以趁下機會睇下會唔會即係買翻一啲啦嚇。咁啊，另外咧就亞太區嘅其他地方咧，頭先阿 Grace 都特別提過啦。南韓同埋台灣啦，其實南韓咧本身係諗住想複製日本嗰種嘅即係將個股值提升嗰種因素，但我見好多啲機構投資者都對佢係比較 hesitate 嘅，即係冇日本嗰方面覺得即係。
個路途咁清晰易見啦。唔知係咪因為佢哋本身個 culture 文化方面亦都好多話啲透明度冇咁高啊等等嗰啲。但係咧，如果單睇個企業盈利上調幅度咧，我見佢同埋台灣咧都係超前其他好多嘅亞太除日本以外嘅地區。你哋而家又點樣睇呢個 market？ 我諗其實即係譬如韓國、台灣啊咁呢啲，其實都會係繼續譬如受惠於成個即係全球嘅即係減息潮啦。咁另外就係尤其是即係你話即係今年做得好好，或者啲企業盈利整體咁好，其實都係好多都係同即係啲 AI 即係相關嘅你可以話係即係半導體啊，或者一啲嘅即係電子產品啊，咁呢啲去帶動。咁我哋亦都睇到，譬如即係南韓啊、台灣啊，譬如尤其是喺佢嗰個出口方面咧，其實係即係今年係即係真係應該話由舊年開始就係見底回升。咁呢一個嘅即係即係 recovery， 我哋見到會係即係繼續嘅，係啦。咁甚至乎其實嚟緊講緊就係、是可能我哋好多嘅電腦啊、手機啊，全部都要 upgrade 去 AI 噶啦。咁又亦都會有一個新嘅熱潮，就係、是、大家去做一啲嘅 upgrade。咁變咗都會係即係繼續去帶動好多呢啲南韓啊、台灣啊嘅一啲嘅產品。但係咧，有冇啲投資者比較關注咧？即係你起碼年底你擲住個中美大選咧，實有好多嗰啲咁嘅風險因素嘅消息出嚟噶嘛？你唔知兩大強國喺譬如半導體方面個取態最終係真係會點咧？大家就會驚係辣到呢啲嘅地區，你哋又驚唔驚？我哋會覺得就係、是、即當然你話有陣時有一啲嘅即比較負面嘅我哋所謂嘅消息啦，即你可以話係關於地緣政治啊一啲嘅中美關係啊，咁可能其實都會影響到一啲嘅即呢個半導體嘅一啲可能即比較短暫嘅一啲嘅價格啦，會有啲波動啦。咁但係其實你要知道就係、是、即其實中長線咁呢一啲嘅即半導體其實都真係必須噶啦，係、只會就係嗰個需求係越嚟越大嘅啫，尤其是就係即要同即 AI 相關。當然亦都有個別的半導體公司就係即係佢就做得麻麻地，咁但係有啲即係比較而家大家關注嗰啲都係而家喺依個 AI 熱潮當中，亦都其實我哋會覺得就係、是先前可能譬如某一幾隻就係、是大家其實。對於佢嗰個盈利嗰個預期已經係好高，即已經高到佢真係未必去達到，咁亦都見到有個調整出現。咁但係而家已經見到就係大家個預期合理翻少少，咁同埋亦都係見到就係嚟緊，即係你只會中長線係有一個即係個需求，亦都係只會增加嘅啫。咁我哋會覺得就係、是、即可能，尤其是經過調整後，即反而係一個好好嘅入市機會。嗯，係咯，咁啊再睇下啦。咁啊，即如果大家咧就之前一路見到啲嘢係咁升咧，就會投訴話，自己。錯過咗，又或者越貴就越買得唔安樂啦。咁而家咧，即跌完之後咧，大家又話驚跌，唔敢入市。咁所以可能睇翻長遠啲嘅故事，大家都留意到咧，其實呢一排啲個零禮拜，其實見到區內好多市場，包括台灣啦，佢哋亦都出咗一個好似係最新一啲四年嘅計劃啦，係將個半導體產業咧再升級，同埋個政府係再使更多錢去做相關嘅嘢啦。而日本有好多唔同嘅公司咧，其實最大間嗰就 Sony 嗰啲已經定咗啲 capex 嘅指標，即係資本開支嘅指標啦，亦都喺個半導體嘅領域方面希望再做多啲啦。咁大家可以抄下多啲呢啲嘅新聞，睇下會唔會。定到自己的心神不要那麼害怕，還有其實我會覺得即可能即最近的譬如 AI 的熱潮大家比較關注都是一些半導體的公司啦，但是其實 AI 不是單單即只是半導體，其實還有很多譬如接下來可能很多的即軟件啊的一些應用啊，這些其實大家都還未即真正 去即留意或者去投資，但是其實這些可能即長線來說其實他們那個可能那個盈利 一旦真因為啲 AI 係 commercialize 可以應用到啊，佢哋嗰個盈利係可以增長，係即係爆升嗰種，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會覺得即係除咗半導體之外，大家都可以係即係broaden 下，即係呢個 AI 其實仲有其他嘅我哋所謂係一啲嘅即係subsector，其實都會係有好好嘅機會喺度。之前如果大家有留意下美股嗰方面，即係得嗰一隻嘅股份炒緊嘅時候啦 ，NVIDIA 啦，咁嘅時候其實周邊嘅好多嘅產業咧都已經升得好緊。即係譬如啲 data center， 然後又話要水要用得多，跟住又話電力公司嘅電力需求用得多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呢啲都係一啲連結大關係啦。希望大家留意多少少呢啲主題。好，今日唔該阿 Grace 同我哋咧分享咗咁多，下次再嚟傾偈。Okay， 好啦，今日差唔多，拜拜。